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44节节目。今天的话呢，我们呢再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最近官方所重新用 G1 风格包装的泰坦回归系列的七个头领战士的角色。那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款小诸葛呢，是目前呢最抢手的一款啊。我的节目都还没拍啊，已经有人给我留言说呢，我拍完之后有没有打算卖掉了啊？这个很抱歉啊，这一款的话呢，我并不打算卖。我会呢在网络上呢把那一款这个铁头卖出去，是因为它推出了八个玩具，其中就七个角色，铁头是唯一重复的，所以我把那一款多出来的呢给卖掉了啊。其他几个角色的话呢，我都会把它收藏起来。那么这一款的小诸葛在当年的泰坦回归呢是不容易去买得到的啊。它的一个纯美版呢是没有，台湾是没有代理版的。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是当时的一个纯美版，我的好朋友齐辉哥呢，他的朋友从美国买回来的，所以的话呢，他身上会有，第一，他没有台湾，当时台湾的这个反斗城特有的这个贴纸是没有的，上面的这个东西啊，都是直接印刷在玩具上面的。再来的话呢，他还有另外两个，一个取得方式，一个是买日版，那日版的话呢，跟这一次的版本是一样，就是露人脸。还有一个就是要买 SDCC 的一个组合包，它是一个泰坦回归里头的这个御天至尊，还有这个有一个这个那个风刃，还有这个小诸葛三个的组合包。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它都比一般的这个美版的那些其他几个泰坦回归的玩具呢要更加难以取得啊，其实也就是多花一点钱而已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做个简单的小对比，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分色也是不同。铁灰色，然后这个的话则是一个比较淡的一个茶色，以及它的一个分色也不同。你看它的一个大腿跟小腿是不同的配色，而这个美版是直接整个都是白，但是它这个白是有一点米白啊，这个白就稍微再白一些些，但也是有一点偏黄的白，并不是非常纯白的白啊。再来是它的一个这个手部，你看到这里也是一个有点外装甲跟内骨骼的一个感觉，而这个的话就是整块的一个茶色。那么呢，机翼上的这个细节的这个像是印刷的这个部分，它是印在外面的大翅膀，但是呢这个是印在内部的小翅膀上面。再来就是它的一个手上的这个武器啊，这个部分，也就是所谓的一个飞机的这个头的这个部分，它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比较亮。是比较亮的这种某某蓝色。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啊，我的镜头里头呢，我看的这个玩具的颜色呢跟各位看到的颜色是真的不太一样。它的这个两者的这个蓝色在镜头里看起来很像，但其实这个没有办法，我这个镜头就拍出来它的感觉就是不太一样。反正你就是明白这两种蓝色是不同的，而这一款的蓝色是有一点偏消光啊，是不太一样的。再来是它的一个 Autobot 的标志，这个地方是空白的。那这个之前的一个美版则是印在这里。那不管是什么级别啊，现在都没有能量条的一个设计了。那这个玩具的话，本身的话呢，当年的美版的话呢，做工比较好，关节到现在都还很紧实。而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款玩具的话呢，髋部的关节呢，我初拿到的话感觉有点偏松了，加一点点这个快干之后，粘一下，干了之后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甩动起来啊什么的。哎，就非常好了啊，没有任何把玩上的一个困难点。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背包啊，基本上这个人物的模具还是比较好的，啰嗦啊、小淘气啊、RC 呢都有用这个模具呢下去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改模，算得上是比较有趣的了啊。那它的一个好玩的程度呢，我认为是胜过 IDW 时代推出的这个 Voyager Class。玩具做的很大，也很帅，但是光是这个头领战士的，这个手的设计啊什么的，其实都还比不上这后面推出了这两个 Deluxe Class 的玩具。我顺便吐槽一下好了，这个既然都拿出来了，这个以前的 Voyager Class 你看体格这么高啊，然后这是现在的一个 OK 这个 V 级的大小， OK 反正就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岁月上的一个不同了啊。那么这款玩具的一个基本可动也给各位做个展示啊，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算球冠吧，也可以算吧，那头前后当然是分开的，因为它是可以变形啊，手臂往上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那这里提一下啊，这个翅膀啊，它是固定的啊，它是一片零件，它直接跟这个后面是一块的造型啊，不能够再去做一个搬动啊。腰身可以转动，而且我手上的这一款啊，腰是非常的紧的。手臂的话呢，有二头肌的一个关节，手肘的话呢弯到约90度，手腕可以转动。
然后这个脚前后踢啊都没有问题啊，然后脚是没有接地的，这点比较可惜一点点。背后的话呢也没有很大的背包，手臂上的这个武器的话呢，如果你不想拿在手上啊，完全也可以扣在后面啊，甚至呢它在变形的时候呢它就必须是扣在后面的。如果你觉得啊这样子比较干净利落的话呢，这样子的摆放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优秀的一款模具啊。那我们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啊。首先一样的把这个头部的话呢给取下来。那我提一下啊，它这个头的话呢，你看我现在大脸跟小脸是朝同一边，但是因为我发现呢它如果转不同方向的话呢居然是扣不进去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个案还是说大家都是这样子啊。 anyway 大家明白知道就行了。那这个小人的话呢也是一个黄脸涂装，其实并不怎么精细就是了啊。那我们呢将这个手部的话呢后面这个地方呢它透过这个双动关节，它里头其实是有个凸的要扣进拳头里头去啊。这里的话呢就利用双动关节稍微转一下，然后呢两个手臂的话往侧边解锁拉开，然后这块部件往上面直接转上来，这里扣上，扣上去之后的话呢，这个门的话呢这里的话可以稍微把它给打开，待会我们就准备存放小人。再来的话呢我们把手臂往上旋转到这边啊，做个预备就行了。再来把脚的话呢这个部件给打开，打开之后呢这个地方往上放，那腰身是不用转动的，直接做一个翻转就可以了。另外一侧也是一样，但是呢另外一侧的内部呢有多了一片的这个垂直的尾翼，一样把它给翻上来，再往上包上去，到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合并。那这个部件就把它翻下来了啊，两侧都翻下来，两侧包上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咬合，你要上下咬合也可以，你要硬扣的话呢我觉得好像也是没有问题啊，可以直接硬扣没关系的啊。这里也是一样的啊，有两侧做一个简单的合并，非常简单的合并。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个手臂的话呢顺势把它往下搓下来啊，这里有一些结合的卡扣，这个变形的话呢可以说是简单而且非常明快，卡扣的话呢也是非常确实的啊。那全部扣上定位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个滚动性的话呢应该会是非常的好啊，这个简直是比美一般的一个小车的一个滚动性啊，非常妙的一个 OK， 非常妙的一个滚动性啊。最后的话就把这个小人的话你可以考虑把它给放下去啊。有人给我留言说呢啊，他非常喜欢泰坦回归系列的这几款的一个 Delask 等级的玩具啊，因为他说每一个的都给他 Humanalize 的一个 Humanalize 的这个电影系列啊，这个人车级别啊或者是叫联盟级的玩具的一个感觉啊。我觉得这个说的真是非常好啊，这也是我对这个系列的话，虽然我对头领战士的话动画我没看过啊，但是对他的玩具呢我是非常喜欢的。那我刚把它往下搓呢是因为呢我这个手指呢按不到那个结合的卡扣啊，所以利用一点小道具把它这个人物给扣下去，这样一来的话呢诶它的一个驾驶的一个姿态呢就算完成了。这个盖板的话呢再把它给盖上去啊，就完成了它的一个驾驶员的一个形态。最后这个武器的话呢扣侧边当然是可以，但是呢绝对是没有扣在下面那么好看啊。那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上漆很奇怪啊，只上了一部分。那这个漆面的话呢有跟各位提过，它这个飞机的这个头部的这个这个水蓝色啊是比较偏消光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直接的将已经变好在旁边 standby 的这个美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闪耀的光泽程度就是不一样的啊，以蓝色的部分来说是很大的不同的。那整个飞机的应该是飞机没错吧，这个配色的一个华丽的程度来讲的话呢，其实两者因为没有贴纸的点缀啊，还是涂装来讲在飞机形态下都是比较偏朴素的啊。那给各位提一下，这个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啊，这个是之前的一个美版。那两个配色哪一个你比较喜欢呢，这个是端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啊。但是以我自己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我是比较喜欢露出人脸的这个日版的这个感觉了啊。那这个配色其实也不赖，那目前来说的话呢，网上这一款的小诸葛的价格确实比其他的六款的价格呢明显要高出非常的多。那各位的话呢可以好好参考一下。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它的一个包装盒的一个部分，而且它这一次的包装盒呢还蛮有趣的啊，有一个还蛮不赖的设计啦，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啊。我们拿出来给各位看一下就知道了啊。拿出来之后呢你可以把它给这个地方啊，整个是一个炮壳。那这个炮壳的话呢上面可以放在这一个武器的部分，它这个武器的话呢是直接塞上去就可以了，它刚好有突出的一个卡扣呢可以把它给扣进去，
以及里头的小人的话呢也是一样啊，我们就把它的话呢给扣回它原来的位置啊。这个的话呢比起用绑线的话呢它绑线的话呢一旦有的剪开之后它无法恢复原状，但是以这一款的话呢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是可以完全放进去的。那至于这个人的这个飞机的部分的话呢一样啊，你把它给放进去啊，两侧的话呢强势的把它给扣进去啊，强势的把它给扣进去啊，有个翅膀弹掉了，没想到是在这个地方就能翻车了啊。这里来我们把这个翅膀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啊，这个它是没有打铆钉是吧，没有打铆钉，我们把它给扣回去，那 OK 了。这样一来整个一个玩具的话呢就可以非常完美的把它给恢复到盒子里头的状况。那我相信呢买这一款的一个玩家们呢应该啦哦，应该啦，大部分呢可能根本就不会想要把它给打开来哦，可能会想要把它用一个连同盒子一起做一个收藏。这个也是这一次这个再版的话呢我想它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在这里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示范这一款G1 包装配色的小诸葛的一个关箱吻回合吻， OK， 这不是开箱就是回合啊，因为我们最后把它收进去了。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